街头卖艺环游世界的计划，台湾是世界第一站。然后我现在正在进行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然后前面有个安全线，大家不要超过，就是你们现在的位置。小朋友不要冲进来 ，OK。
喜欢，这是我的兴趣。如果没有还可以的话，前面有个帽子，请给我一些支持，让我做更多的事情。前面有我的名片，可以上网查，接着卖环游世界的目的。谢谢。